什么图案？把藏宝图交出来！神经病！我有藏宝图，我还会交给你啊？我有藏宝图，我就不会去炒福建面啦，对不对？藏宝图在哪？来，这位怪哥哥，如果今天你是来和我们一起庆祝的话呢，我小弟是非常欢迎你的。但是看你的样子，好像是来找事情的哦，啊，是不是啊？啊，还带了几个怪哥？谁打我？为什么我看不到的？你完了，你完了！你弄到我现在很生气，我流鼻血，你就完了。叫你后面那些朋友帮你埋副棺材吧。各位街坊，今天的庆祝会就到这里为止。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也为了大家在你们心目中的磁场界英雄史都耀不会那么暴力，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去去去去去去。用力，你可以轻一点的嘛，对不对？哎，我把他们赶走，要不然我这个大英雄的形象就没有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吃个包，然后喝豆水，对不对？把他抓起来！你们会功夫的，刘坤，带队啊走，魏晨上。老婆，警察一起出现的哦，不过我跟你们讲哦，那个庙里面很多坏人啊，打来打去，杀来杀去，铿铿锵锵这样，还有忍者啊，吓到要活要死啊！我们去抓他，走。你看，叫你不要得罪政府哦，现在来抓你哦。你捉我，你要捉也是捉他吗？ We're not arresting you. We're just protecting you from others. 我们没有逮捕你，我们只是保护你们而已。 Don't worry. Your wife has been held hostage by the Qing dynasty. All they want is your map. 啊，放轻松，你的老婆被满清的政府的人给抓了，他们只要你的藏宝图而已。 Relax. Once you pass the map to me, I'll make sure your wife will be rescued safely.只要把藏宝图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你的老婆救出来。And once you two have come to a decision, just let me know. 啊，你们慢慢的享受皇家警察里面美好时光。你们商量好了，就让我们知道你的决定吧。Tata. Cute.
为什么我的老婆会打功夫？为什么吴医生也会打功夫？那你也一定会打功夫咯？你讲不讲？讲不讲？讲不讲？我亲你！哎呀，讲就讲啊！我跟你老婆还有魏恒克来保护你，你不会去告，你要一去不会要强告，强告你就不会还给哦。如果我说我们要保护你，不会给你去告啊，就讲啊！我告我何广。其实我很恐惊你，你刚才讲一家几公鸡的，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该给我一次机会讲。我不可能。你再说。重要な要件がない限り、ここへ来るだっ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お上はあなた様が財宝の地図を見つけたかを知り上がっています。安心するように言いなさい。私は手抜かりなどしたことは一度もない。我々が完璧に任務を果たしたとき、日本は世界を征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はや神の指図を受ける必要などない。はい。未来はお菊様のおかげで。我々の手の内にある。原来我是建文帝的后代，我是皇帝。难怪小吉一直叫我皇上，皇上而已。对了，那小吉是谁啊？我也知道啊。那刚才他们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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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宝图，那个是什么东西来了？我是很火了。那扛宝库去以前啊，建文帝哦，还俺娘靠俺横国宝干过来。可是现在根本就没有威望，扛宝库啊，扛宝库，你要搞宝干，你要搞扛宝库，扛宝库搞宝干哦，就干哦。不过，你不要明怪你老婆给你穿个铁裤，还给你穿个铁裤，我见哦，是因为还要给你公公夫叫孔子公，还念让你去保护你自己吗？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公鸡会死掉，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死掉的吗？所以你要靠自己努力念自己的功夫，这样你才可以保护你自己吗？你讲贵不贵先？你贵不贵先？你讲贵不贵？贵。那李兄也没有爱过我。公公，你不要问我啊，你去问他。现在呢，你跟我去找Raju还有杨果，然后告诉他们呢，明白吗？啊，那个小鸟，鸟荒，去，小心啊，飞快点！阿毛警官，阿毛警官，阿毛警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跟你的阿毛警官讲，我可以把藏宝图给他，但是呢，他一定要把我老婆救出来，跟他讲，跟他讲。那个宝藏就在这棵树下面。一切。啊 ，good。哇，我以为进佛，你给他。哇哇。Yes, good. Dig deep. 深一点啊。我们灵感都是在帮你抽榴莲的，可没有用啊！你武功这么厉害，还怕鬼？我练武功是敢跟埋伏敢鬼难一样。